马出手查泄密，张显耀招进馆。话说显耀大人招逼官的大戏越演越烈，调查局汪大人处心积虑要以窝犯罪办显耀，还验起他的真钞。结果这罪事关外国政府与两岸状况不符，被高检的官员打枪推荐。汪大人能不死心，怀疑显耀脚底磕了通敌的记号。汪大人看清楚，他是泄露国家机密。整件事情顺我者董事长，逆我者共产党。这场官庭恶斗高检拒办，那就换北检办，反正台湾的衙门那么多。调查局昨天将张案报请北检指挥侦办，连显耀上书给皇上喊冤的信也被列为证物，并将他列管禁管，防止脱逃。这样子来残害忠良，残害忠良，残害忠良。案件的内容以及侦办的进度，则因为涉及侦查不公开，本署在此均无法对外说明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